针对女性在意的脸部问题，在洛杉矶的苏菲亚医学美容会馆推设高端的美容技术。紧致完美的 V 型轮廓是爱美的女性追求的目标，要是下巴多了一层，再美的女人也会黯然失色。一位芭蕾舞者老师就透露，因为过去没有特别注意下巴以下的保养，常年累积之下竟然出现火鸡型下巴。 Oh, I had what they call turkey neck. I had loose ligaments because I'm a ballet dancer. And the ligaments just relaxed and I had a chin that just went down to my chest and it was bad. AndThey use a treatment that just pulled it up, and so it looks much better. I have a chin again. It's great. This is just a very pleasant experience, start to finish. I really enjoy it here. It's a nice afternoon. I can't imagine going anywhere else now. Like I say, I've been to many different spas, but I always keep coming back here. I always recommend it. I can't imagine trusting my face to anyone else.大SPA苏菲亚医学美容养生会馆表示，针对女性常见的问题，他们拥有最新的轮廓紧致技术，让消费者轻轻松松跟双下巴说拜拜。另外，会馆内有多项美容以及按摩护理，也是给现代忙碌的女性在工作之余有个完全放松的地方。我们的SPA苏菲亚医学美容养生会馆的服务项目包括脸部疗程、身体舒压放松疗程、新娘宴会彩妆、指甲修复与彩妆等项目。脸部疗程呢，除了一般的护理外，我们的专长更是在于处理问题皮肤，包括脸部的青春痘、雀斑、皮肤色素不均，还有过敏、皮肤皱纹等细纹各种皮肤的问题。健康美丽的肌肤，我把它定义为在没有涂抹任何保养品前，我们的皮肤会散发一种自然的光亮。我们的 SPA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客人把问题的皮肤正确的指出，对症设计疗程，让皮肤恢复健康，进而产生皮肤自我修复的能力。这样的修复与保养并进是我们的 SPA 的坚持。我们馆内的理疗师在每次疗程中依照客人不同的喜好与需求，量身定做你适合的精油与疗程需求强调的部位。拉斯巴还提供各种新娘化妆、指甲彩妆等，并且在播出的同时特别为中听中望的观众推出脸部拉提疗程的折扣，原价260元，特惠99元，每天名额仅限10人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拨打给他们的客服专线洽询。中望电视采访报道。